再爬一次就好了哦。中班呢、啊？嘿。好了，成功。耶，你爬过来了。Hello, hello, 二叶，二叶，好了，最后一次了，等一下换去 Seven 吃小饼干嘛？那我吃就好了。你不用吃了。你有肚子饿吗？你吃一吃，晚上你又不吃饭了。会啊，你昨天就没有吃很多啊。对不对？你昨天就没有吃很多啊。最后一次了吗？那我要去 Seven 的。哦。李又成，我们去找你，你怎么都没有出来？啊！你要去啊？我们准备要回家，太热了。你会不会热啊？啊！你会不会？他说他不会热。太热了！你们一个跑步掉下去了。哇，你的牙齿怎么少一颗？有掉下来吗？掉在哪里？啊？好了，我要回家了哦。那你要跟余耀成再见了。再见，再见，下次再来。下次再去你家找你玩玩具哦。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吗？那你也可以来我们家玩。拜拜哦！啊，吴心怡要去花莲玩了，礼拜一见哦！哈，再见，再见。你喜欢玩爸爸的？你要被适合呢？对啊，好了，你爬过来要回家了。今天谁来载你啊？妈妈。那妈妈呢？在那边，这里太热了。短一短一短。